长文兄，啊，大魏的将来，因你这则奏书啊，拨云见日，以言兴邦。我太困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咱们俩就不用互相吹捧了啊，我还得回去沐浴熏香，还要上朝呢。好，告辞了。辛苦，长文兄。 还要改？去哪儿？上朝。给。我，这我拿它干啥？呈上去啊！你也呈上去啊！你写的。可是大多都是按照你的意愿修改的呀，当然应该你呈上去啊。那小弟就受之不恭了。受之无愧。好。 长文兄，啊，这幅字帖收下吧。我送你的。长文兄从何处得来这件宝贝啊？哎呀，费尽了周折，你也知道这是蔡邕的真迹，他笔法奇绝，骨气洞达，精彩飞渡，麒麟百态，好东西啊！好记性，仲达。 这四句半是我先背下来的，怎么？你昨日可是去了钟氏叔那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我爹的字帖，我爹给我，由我交给师叔的。他怎么能如此做事？他老奸巨猾！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瞒仲大了，我确实是先去的钟氏叔那儿，本来想让他相助，可是他。 把我知道你这儿来了，还让我把这幅字送你，惭愧，惭愧呀！常文兄，小弟直言不讳，这份奏书呈上去，恐怕会引起宗室将军们的反感，大王要怪罪下来，钟大恐有牢狱之灾。钟大多虑了，如此立国兴邦之事。 你只管大步向前，有余兄在后，必当鼎力相助，左右迂回。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谨遵君命了。嗯，不过，在下一定会跟大王说，这是由常文兄主笔，在下相助写成。常文兄，嗯，那就更要收下这份字帖，还望常文兄鼎力支持啊。 那我就受之不恭了，张文兄。嗯。啊，喜讯，多谢，告辞。左右迂回啊！迂回，迂回。哈。